Hello， 你好，我是雷哥。今天我们就新来玩有冷毛的操作，现在他是用这个转身的禅门，对方也是转身禅门，两个转身禅门对打，我们看一下谁的技术更胜一筹啊！大家可以参考这位玩家的操作方法，就参考赢家的操作方法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准备开赛，哎，开始啊！这个好像卡了一下，卡在这里了，不会动，什么情况？动啊！你们倒是动起来呀、啊！哎，时间啊，开始动了，终于动了，动了啊！啊，对方好像是现在那丢技能，哎，毒液循环丢了啊，二技能，两个水门的二技能都打空了啊，哎，一个一技能标注，哎，就比他快啊，快了之后，然后他替身了，替身之后，然后这边网友也，哎，还没有替身，直接落地保护了嘛，直接就把对方给 A 住了 ，A 住之后再平 A， 水门打水门啊，这叫做水门事件，啊，美国的水门事件嘛，那是两回事啊。现在把对方控制住，可以要替身之后，哎，一瞬间怎么这么快就马上变身了哈，这就是手速啊，这就是技术和是吧不一样啊。继续 A 完之后再踹、每次打完之后都会丢几个匕首在手下，你看对方已经毫无反抗之力了，没有替身了，直接被按在地板上摩擦了啊。接着我们看第二回合，对方拿出佐助，哦，一个秘卷啊，加密剑加通灵啊，直接把对方给 A 住，但对方没有替身啊，可能是录制的时候有点卡，我们感觉看他打的动作好慢啊，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连招技巧吧啊，看到没？接个技能二技能，还没有接二技能，这是平 A 啊，看到没？光靠平 A 的二技能，二技能那个黄光一直在闪的吧，然后把它变身之后继续 A。A 完之后，二技能还能在那里闪着皇冠，对吧？继续平 A， 刷刷刷，在按的地板上摩擦。这个技术是很秀，基本没有失误啊。对方没斗的情况下，基本是零失误啊。我们看第三回合是不是也能这么操作啊？对方一技能起手打到了，蹭到一个斗，接个一技能，对方替身之后找个机会换个通灵好了，控制住对方。哎，但是也被对方控了一下啊。落地保护，赶紧开六，一个秘卷开一下，再接个二技能，再平 A 一下，对吧？然后这时候什么时候换一技能？我们看一下平 A 啊，这好像光平 A 就能把对方虐得很惨了。平 A 之后接个一技能，哦，有被对方的元魔给控了一下，马上替身之后也招出个通灵把对方控制住，毕竟最后一个忍者是吧？通灵留着也没用，把对方控制住，接一个技能，对方又替身赶紧跑。接个一技能，哇，这个时候盾牌挡住了，马上反向开大招啊，结束了。操作特别秀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那个技能啊。